think it's a new era in cook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need to have a butter to work, you know, you need to grind and pound and all that, everything can be done in the machine all one go. And the best part, you can start cooking as well. You can stir fry. You can, for example, steam your rice, and you can also steam your chicken inside there. You can have three-step cooking. 有了这个Industrial Touch呢，它非常有效的可以把我们的食谱，把它所有的步骤、材料呢，通通放到去Touch里面，然后令到所有的人只要有了一台Touch，都可以把美味的这个佳肴做出来。今天我们如果使用一个这么聪明的东西，它可以取代。 我们很多的步骤，我觉得这是对我是很方便。我只要把东西放进去，设定时间、速度、温度，我可以直接走人，因为我知道它很安全，它容许我一心二用，节省了时间，还节省了空间。 Mesin yang sangat canggih and multitasking at one time. Saya memang sangat tidak masa very busy. So saya rasa memang terbaik lah untuk saya. Dia memang best lah untuk penggunaan harian seperti apa ni suri rumah atau pasangan yang baru berkahwin. This will definitely change, you know, the people's style of cooking because as you know now we're getting very modernized, digital. You know? You don't want to have too many things. You don't want to have the quality when you can do everything dalam ni. Kenapa tidak? You should expect of it and how the genius in the machine thinks and cooks it for you. Industrial Touch 呢，它是目前史上呢最高科技、最智慧型的一个厨房的用具，所以现在呢是最好的时机，让你拥有一台的这个 Industrial Touch。
我们的母公司呢 Boda 是2004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然后2009年的时候开始往越南发展，那的时候就是卖的普通的烤箱啊那种锅啊，一直到了2018年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接触到这个智能厨具，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把它带进越南，因为我们整个幕后的班底呢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倒不如我们就回到祖国发展，2019年的时候就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然后2019年3月时候就正式成立了 InnoChef 这家公司。 InnoChef 的顾客群基本上是其实每个人都适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每个人都是离不开一日三餐嘛，所以厨房工具对每个人说对每个家庭呢都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说呢，一间家来讲的话呢，投资最高的这个金额呢永远都是在厨房的这一块的。今天呢你只需要一个不到7000令吉的这个投资呢， InnoChef 呢就可以帮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厨房完整的，我们提供了给我们的所有的用户呢有一个 Touch 加上一个 Air Fryer Oven，只要有这两台的这个智能厨具的话，它都已经帮我们完整的所有的这个厨房该用到的功能了。它可以帮我们称东西啦，帮我们炒菜，可以当成是一个果汁机，一个面包机，打了这个面团过后呢，它可以放进去 Air Fryer Oven 帮我们做这个烘焙的，它可以帮我们做烧烤的，然后烤整只鸡，从早餐吃到晚餐宵夜的所有的这个功能，所有的这个菜肴呢，它都可以帮我们一一的处理，一一的搞定。以前呢，当我还没有这个智能厨具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厨房，就是一天三餐嘛。因为那时候我三个孩子都很小，他们有他们的活动，就我一个人就待在厨房那一边，所以呢，就是很长的时间呢，你根本没时间去看他们。然后到现在呢，我就比较享受现在的那种亲子关系，在做工的同时呢，由他们去完成去煮他们想吃的食物。大概是4-5年前吧，那时我孩子还小，然后大概是10岁，他就蛮喜欢吃咖喱鸡的，然后他跟我说他很想煮，他想吃，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样你就自己煮吧，然后我就把那个食材准备好由他去操作，然后他基本上是可以跟着那个食谱然后一步一步的煮出来，我就觉得很惊讶，只要是你有一个智能厨具然后把步骤清楚地写出来的话，其实谁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厨师的。智能厨具对我来讲的另外意义就是呢，其实我可以分享我很多的食谱，因为我身边也是有很多妈妈们，但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煮了一道美食之后我们会把它分享出去，但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然后我今天跟你说的煮那3-5分钟呢，可能你煮出来的跟我煮出来是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有了智能厨具呢，当我们可以把食谱很清晰的写下来，就是重量啊、水分啊、时间啊、火候啊，基本上每个人煮出来的食物呢口味呢都一样的。我们有提供我们的这个用户呢这个 mobile apps InnoChef 的 mobile apps，所以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呢，可以打开这个 mobile apps 呢，看看里面的这个食谱，它就可以给我们看到里面所需要用到的这个食材有哪一些，所以方便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呢，可以很轻松的去找出我们所需要购买的这个食材，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就用了我们的 Touch 和这个 Air Fryer Oven 呢，来轻松的下厨。InnoChef 现在在市场的定位，其实你说高端，其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就好像一辆车价，你可以讲它高端吗？其实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 luxury product， 它是一个 necessity。
Hello，大家下午好，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Apple。姐，这里我在下着大雨。OK， 大家下午好，我是 Apple。那今天是公共假期哦，很感谢大家呢抽空准时出席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烹饪体验会。刚才的几个短片当中呢，相信大家对于 InnoChef 呢都有稍微的认识，那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今天下午我们的所有这些主厨啊，这些厨娘们呢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这些烹饪料理哦，包括我自己呢也非常非常的期待。那好，现在呢我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 Shelly 哦。来 Shelly。 好，谢谢 Apple， 大家好。你那边是下着雨，我这边是很炎热的一个天气，很想来一杯冷冷的柠檬茶或者盖仔熏梅。好，大家下午啊，应该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假期哦。其那边也讲，我这里也下大雨，那应该是 JB 地区那边下雨吧。我们这里把身这一步是好晒好晒的太阳。所以是晒到很晕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已经准备了我的个仔熏梅，我等一下看完示范也是要去打一轮的个仔熏梅。是刁问也在下着雨，哇，原来这样多地方在下着雨，可能气候的变动，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顾身体。 OK， 所以今天事不宜迟，我想在这里借用大家的手指，这里有谁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这个示范会的吗？请你在你的 chat room 那边打上一号，说 at least 我知道，如果是好多新人的话，那我可以大概讲解一下整个 InnoChef Touch。今天也好多新人，好，来，我们来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OK， 我们这里 InnoChef Touch 的话，它是来自西班牙。在一路上我们的这个示范，我们会大致上跟大家讲解。所以一开始时当然来个 welcome drink。 所以今天我们有请我们的厨娘，我们的 Vivian。 等一下我找 Vivian 出来先啊。 OK， 哦，找到了，很快。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美厨娘Vivian， 他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这个个仔熏梅。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湾的 Jan Vivian， 很开心又有机会再次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看过我做 demo 的就会知道，我把它称为会变魔术的厨具，因为在我拥有它之前呢，我是不会烹饪也不会烘焙的。可是当我拥有了它之后呢，我就马上开始做面包，煮，没有夸张的哦。这个来自西班牙的这个得力助手呢，他在我的家只有两个月半的时间，可是呢，我已经操作他哈超过100次了，有图为证的哦。你们可以上那个InnoChef Club 的 Facebook page 去找我的 post，OK？、Okay? 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很普遍的橘子酸梅饮料也就是嘎仔熏梅啦 ，Limau Kasturi。OK， 虽然很多场的这个demo 呢已经是表演过这个饮料，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嘎仔酸梅呢很好玩。OK， 你们不要听到这个嘎仔酸梅啊就转圈那跑掉啊，拜托你们留在这里看我表演。OK， 好，我比较兴趣你那个甲虫会不会动？你桌上的甲虫没有，我讲过，我是怕你那个桌子上的甲虫会不会动。很多有人问是不是 Halloween deco， 你们的眼睛很厉害哦。OK 啊，可能哦你们会觉得啊有没有搞错哦，这么贵的鸡买来浇果汁。我当然不是买来只是为了浇果汁啦，因为它除了会打面团很好用之外，很厉害，然后烹饪可以煮出有那个锅气的食物之外，它用来打果汁也是很厉害的哦。OK， 现在我就来给你们看一下，要喝这个橘子酸梅水是有多么的简单。来，
尽量给你们看清楚一点啊。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noChef Touch 的这个食谱是长什么样的。啊，有点反光哦。OK， 来，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就从这里，它有很多个选项。我们要今天我要做的就是这个Limau Kasturi，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放大镜这边打出就好像我们用那个电话这样子 ，OK？ 电话我们输入 Limau Kasturi， 然后就按 search， 然后很简单。等下，我记得下，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 ？OK？还是暗暗的、OK， 来，不要紧 ，OK，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做的。我点一点，我直接点进去，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了。行，我反光哦。OK， 没关系。然后我们就点一点这里，就很清楚，我们会看到这里它有写出OK。等下啊，需要把这个锅盖先盖了，然后 lock 起来，然后很清楚的，它就会显示，很简单的，它说这里需要90克的这个冰糖，看好哦，是冰糖哦，哪的是冰糖，然后打开锅盖，你不要打开锅盖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下也是可以的。OK， 你看啊，这里它需要用到这个磅秤，它会自动跳出来，它会自动跳出来，我们不必去找那个磅秤。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的指示下90 g 的这个冰糖，看好哦， 90 g。如果你觉得我不要放这么多，可以吗？是可以的 ，OK。好，我已经放好了这个冰糖，然后我们就直接需要按这个 next，OK， 这样，OK， 就这样子好了，只需要一次的推波。只要一次的特工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是长什么样的啊，看到吗？刚才的冰糖已经变成这个糖粉了，很厉害哦，只需要一次的特工而已哦，它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哦，现在它除了是我的果汁机之外，它也是我的研磨机。然后有了它之后呢，除了你可以磨这个冰糖，你也可以磨那个鸡精粉，或者是那个蒜头粉啊，香菇还有什么香菇姜鱼仔粉都可以的，所以是不是很方便 ？OK， 然后我们就再继续把它放回去，然后盖上盖子，然后 lock 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按，只需要看这里显示，我们要用这个主角，这个主角不是要全部倒进去哦，它这里说16颗 ，OK， 我们就放16颗。OK， 放好了之后呢，我们只需要按 Next。然后他说这里要放5颗的这个酸梅，我就放酸梅。OK， 放好了之后呢，一样的就是直接按 Next， 然后呢就需要800克的水，冷水。OK， 你看。它需要用到磅秤的时候，它是直接会跳出来的，我们不需要特地去找它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OK，
OK， 好，少一点没关系，多一点也没关系。好，挡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按 OK， 然后这个也是直接按 OK， 我们都不用去调它的度数啊，它的速度那些。OK， 来，我让你们看一下现在里面是什么情况。其实这个酸梅水呢就已经是搅拌好了的，让你们看一下哦。你们好近耶，我感觉到我好像，我到底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在讲话？有默默的欣赏。我好像很怕嘞，突然间怎么好像没有声音这样的，到底是不是我这些墙壁讲话？而且你你的墙壁很吸引人。Halloween 的时候很怕嘞，你们好像突然间没有声音了。你们去看，你们看一下，就这样子。然后我们要怎么办呢？里面有这些，好，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碗篮，这个碗篮呢就是整个配套一起来的，非常好用。OK， 好，来，我们来玩 Halloween 啊。拆吧，看到吗？看到吗？有没有很恐怖？还是很可爱？有，你们又很那个是什么来的？黑黑的，我很怕哎。OK， 你们看啊，我已经放了这个碗盘下去。OK， 我只需要直接把搅好了的这个大宅酸梅倒下去。哇，你搞的气氛也蛮不错。有没有流口水啊？你们？我对旁边的那些装饰很流口水。所以妈妈就是这么有心思，因为这个月是 Halloween 嘛，所以我们对，就是我们只要拥有了这个 touch 之后呢，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无限的创意呢发挥在这家机上面，就连一个简简单单的饮料你也可以把它搞出一些气氛哦。看这些虫虫是不是很可爱？还有我要给你们看一下。Vivian 这里也有问题，酸梅连里面的种子要拿出来吗？我给你们看一下，隔渣好了之后呢，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状况。就这样，看得到吗？对，所以酸梅的种子还在里面的。对对对，对，很清楚吧？很方便哦，很厉害哦。这个碗篮呢，除了我们可以用来隔这个水果渣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来煮饭。对，我们就把那个米直接放在这个碗篮，然后煮出来的这个米饭呢，它是有过滤了这个米里面多余的这个糖分，所以呢，糖尿病患啊，或者是注重身材的都可以很适合吃这个它煮出来的这个白米饭的米饭 ，OK。然后早上如果要吃鸡蛋的话，也可以用这个碗来煮鸡蛋哦。哇，这个好吸引人啊！而且每个人对你的那个装饰很漂亮，而且那一条条应该是糖果来的吧？这个是 gummy 啊 ，gummy 糖果。对对对，我的孩子已经等着梦着要吃了的哦。所以是一个很有心思的。这个干宅熏梅今天给我们大开眼界，原来一个 Halloween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干宅熏梅可以跟它简单化的来做一杯干宅熏梅，但是又不复杂，中间的把这些装饰放了上去其实是超简单的。对啊对啊，虽然只是一杯的饮料啊，虽然很多场 demo 都已经是表演过了，但是呢可以还有很多花样的，就比如说如果你们有喝这个 soda 的话，有喝吗？我的孩子会喝，它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是有气泡的。而如果你们嫌弃它没有味道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一个 idea， 就是你们等一下等我一下下，很快很快的啊。他又要变魔术了。所以这个
碱性水，对，其实 soda water 是蛮不错的，它是可以 cooling 你的那个 body 的 temperature。你看多不多？哇，你看啊，你们可以买这些很可爱的这些，这个里面哦是柠檬 Kasturi 来的，所以哈、哦，你们如果是不喜欢，可能觉得它没有味道的话，你们就可以加这个冰块。你看哦，很好玩的哦。那么哈、哦，这个水就会有这个柠檬卡苏利的这个这个什么清香的这个味道，然后你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古早味的雪条、冰棒，还有这个，你看柠檬卡苏利的这个饮料变出这么多花样，所以有 touch 好不好？哇，真的很不错。所以哦、它不只是一个很好的啊。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揉面团的机器，这个面包机，它也是可以煮出很美味有锅气的美食之外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果汁机哦。你看，如果是开发地的话，一个柠檬卡苏利可以变这么多东西出来，你们说好不好玩？真的超好玩的，是想想哪有人想过？就是这样几秒钟的 Limon Castry 这个吉仔酸梅可以花样多种的变了出来，要冰棒有冰棒，要有汽水有汽水，要解渴有一些花样的那一个虫虫吉仔酸梅也可以变出来。谢谢我们 Vivian 的分享，好有心思的一个示范，谢谢你，谢谢大家。好，所以你看烹饪是真的很好玩的，有了一台 InnoChef Touch， 单单的一个饮料水可以有多样化，除了 InnoChef Touch 可以帮它变成这个果汁机以外，现在我们就看 InnoChef Touch 怎样把果汁机变成面包机。等下我把 Karen 叫出来先啊， Karen are you thereKaren 你的影、OK， 他换了 video， OK， 我才可以帮你。 OK， 今天 Karen 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面包，告诉你这个面包给我想起小时候以前的面包，我问到了你们。Karen 你要变鬼吗？Hello， 大家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好搞笑，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你们会有这样的创办出来，这样吧，应该是你的家的嘎嘎也跟我们一起玩着起来。来给一个开场，特别的开场。我给你好来，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OK 吗？灯光看到我吗？可以可以，看到你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了 Karen。 好的，今天的装扮有一点吓人，来，我的嘎嘎最佳搭档。好，来，大家下午好。首先呢，谢谢举办单位给一个节这次这么荣幸的机会在这里做 demo 给大家看。然后呢，这里谁是第一次见过我的可以打上一个一吗？来，我们来个互动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做有一点小紧张，所以欢迎大家打上一个一。哇，很多哦，这里因为我第一次在 InnoChef 这里的平台做这个 demo， 所以呢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Karen Yu， 我来自霹雳州，是三个女儿的妈妈。好的，今天我要做的是 potato bun。 potato bun 谁这里有很喜欢像我一样的很喜欢吃马铃薯面包的，可以打上一个二给我看一下吗？这里有多少个人喜欢吃马铃薯面包？来互动一下、哦、好不好？这样子这个 Zoom meeting 才会比较热闹一点、哦、然后我们就做的没有这么紧张。来，
看到我的主题吗 ？OK， 今天我们要用这个 InnoChef 来做这个马铃薯面包。嗯，要怎么去做呢？首先我们要去找食谱先，它里面呢全部食谱都有包括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只是需要去查找一个potato farm。因为我是用英文的啦，如果说你们用华语的，你们就找马铃薯面包咯，所以它这里就会显示出来了，看到吗？会看到吗？嗯，今天我要说大家看的就是这个。好的，现在我们进去食谱，食谱这些就是我们大家要做的这个potato bun的材料，我们全部都预备好了，就在我这里旁边啊。看到哦，然后我们就跟着步骤丢下去就好了，跟着步骤丢下去就好了。看到哈、哦，看不到要在 chat room 讲一下，或者先李一跟我讲一下哈。嗯，好的。现在我打开了，我就刚才我已经把这个 potato 呢已经 steam 好了，我就把它压碎，这样子压碎。压碎了，它这里是说要150 gram， so 我们也不需要拿那个秤棒来秤，因为它里面已经有这个秤棒的功能给我们，所以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哦，这个机器我买到了，我很开心，因为我不需要拿那些碗碗碟碟啊出来秤，所以又要洗那些碗碟，所以我觉得很麻烦。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跟这步骤把东西丢下去。 OK， 看到吗？ OK， 来，现在150。 OK， 150。 OK， 150好了，然后要一粒冷蛋，我们就按一个 nest 哦，我们按了一个 nest， 我们就把它打进去。如果要小心哦，蛋壳不要跑进去哦。可以，现在是冷牛奶，哎，看到啊，不记得啊 ，OK， 啊 ，OK， 冷牛奶90 gram。90 gram， 拜拜。OK， 90 gram 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yeast， 他说要放一茶匙，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放下去，丢下去就好啦。OK， 好啦。然后糖也是50。OK， 糖也是50。如果要吃少甜的，你们可以不要放到跟他的食谱一样，但是如果说大家要吃比较健康的糖，可以买这个叫什么蔗糖，蔗糖呢它也是属于蛮甜的，就比较属于比较健康的糖。所以呢，通常呢我就大概没有放到很满啊，因为都是家里人吃，没有这么甜嘛，所以我大概放个35，再多一点 ，OK。好的，然后现在我的 high protein 那天买了25 kg 的在这里哦，那这里25 kg， 我们就很像这样子倒下去，很像煮菜这样哦，那OK 350，大概是要350。Oops， 超过一点点。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发问哦，先帮我问出来，我也可以解答，一边做一边解答大家的问题。可以，大家比较很兴奋，你那个25 kg 的面粉怎样消耗它？怎样怎么？消耗那25 kg 的面粉、面包粉。就每天做咯，每天做，每天送给别人或者在家里吃都可以，都可以消耗到完了。
然后这个是奶粉，奶粉是我女儿的奶粉，我放一个二十，两个汤匙二十，没倒，没关系，有些人不吃奶粉。然后呢，就盐，盐通常就没有盐，凉就是这样子就好了。好的，然后现在我们把主锅盖上就好了。刚才大家要关耳朵，不然的话等下吓到你。有没有很大声？不会，大家注意在你的你的那个那边妆画在脸上的比较 Q 、啊、这样子大家要看我比较好了哈。画到有一点搞过来搞笑。来，在这个他打的过程当中，一分钟三十秒，我们就把这个巴特准备出来，大概它等一下要70 gram， 所以我们就把它开好好。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呢，我们准备一个斯巴图拉这样子的 ，OK。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块一块，等一下比较容易丢，比较容易丢下去。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切一块一块。切一块一块哦。还有29秒，好快哦。对哦，大家都不必担心，不会做面包的朋友大家都不用担心，只要会买材料就好了。你材料有买对跟这食谱，不会你去烘焙店问一下，然后那些老板娘啊或者员工都会拿片给你，所以有材料啊就跟着煮鸡的步骤丢下去就好。对，可能想问问你，平时 before 你拥有 InnoChef Touch， 你是会做面包的吗？我是会做面包，但是自从 MCO 的时候呢，我就才开始做面包。那时候我没有这个机器，我就跟我的弟媳借了一台，他放在家里已经摆到很蛮久下的古董，他借我用，结果呢就用了一年，那个机器不能走了。所以你在想的 InnoChef Touch。然后我才打算说，哦，我老公就问我，你知道有这台机器吗？我说我其实已经看了半年，然后我老公就讲有需要就买回来咯。然后我就讲，哈，这样子那么贵，我还想一下，想了蛮久一下。然后自从就过后 ，Evelyn 有亲自来找我，然后我就下单了。下单的时候啊，我就第一天就开始试做面包，然后试做面包的时候，我就做给我老公吃。然后我老公就说，哇，这个面包很好吃哦，你是买回来的？然后我就说，啊，这样子我以前做的面包是不好吃吗？老公讲出他的心声。对，我们以前做的那个面包呢，通常会有吃到那个发酵的味道，就yeast的味道会比较重，所以呢，这个呢它很快速的帮我们搅这个面团哦，这个yeast的味道就没有这个yeast的味道，所以很香那个整体的面包。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好了就跟着它的步骤70 gram 的 cool butter， OK， 然后我们就跟着这样子丢下去吧。 OK， 70 OK， 差不多要到了。 OK， 70 OK， 我们再开始，再给他揉一个1分钟30秒。啊，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可以发上来哟。很多人讲 InnoChef 打出来很均匀，也非常完美。Kelly 讲对啦，以前做都不知道是什么了。说吃过 Touch 面包，吃过 Touch 面包回不去以前的面包机了。对，他这个面包打出来真的。三分钟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揉面的效果是薄面的，所以呢它是它主要它的功能，你看它的这里它的主窝在摇晃，它就是就很像我们去妈妈档啊，他们做那个锅底餐那样，他们在那边甩甩甩，然后它就在这里，它就帮我们做了这个的功能。你看他在那里面也帮忙甩甩甩，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三分钟的这个效果跟这个薄面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薄面三分钟的薄面功能。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棒的。手套膜吗？只需要三分钟。等一下，我教大家看手套膜。还有6 seconds, 2, 1, 好了，就是这样简单。好了，来，好了，我们就打开，我们就来到这里。来，我要抱你过去。那下雨哦，这里。下雨。OK。那我们就把主机打开，盖，到。哇，好美的面团！哎呀，这里下大雨了。是哦，这里也是下大雨的。来，来，让大家看一下薄面，漂亮吗？有清楚吗？很美哦。所以、哦、我被他的这个三分钟的这个面团吸引，深深吸引，一见钟情。好，来，现在就称给大家看，就怎样？你们大家可以去买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 shake 的那个纸，或者长形的，大家都可以去买。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个哦，你做出来就会比较美。然后通常呢，我们就随便揉一下，就称哦，称大概我们拿一个，它会比较贴，但是它不会说很贴手的那种。然后我们随便这样子揉一下，或者你可以撒一点粉都可以，你可以撒一点。撒一点粉在桌面 ，OK， 然后就是这样子，跟他按摩按摩按摩一下。普通我都有穿手套，为了要快速，因为举办单位给我只是小小的十分钟而已，可以有一点不够时间。你这样 Q， 我可以给你多一点时间，没问题。哦，大家听到了没有？下次要装扮一下，举办单位给你一点时间。我看到你隔壁的嘎嘎应该也是很兴奋的，会用这台 InnoChef Touch 吧？对啊对啊，他是他其实是没有拿手机，所以呢，他是怎么讲，就没有很少上网啦，很少有上网的机会，所以有了这台 Touch， 我反而觉得他可以自己学到很多食谱，但是，所以我就有口福哦。但是除此之外有口福，但是我也是就增肥了咯，慢慢。还好还是美厨娘的样子。那我们就搓一个圆形，这样子放在这里，然后可以放进去发酵。大概一个面团就你们大致上你们可以看咯，如果是小孩子吃的话，要比较小就大概50咯，如果说要比较大力就80左右。都 OK 的，这个就80，我给的是80 ，OK， 大概80。如果说怎样子放这个长形的呢？你们可以这样子压，我教你们做面团，顺便拿，这样子压一下，压了就这样子盖着就好了，不用什么工具了，就是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进去 proof 里面了。然后搓面团哦，如果说我们要比较好吃哦，我们通常要塞进去里面这样子，然后给它揉一下，这样子出来的面包哦会比较好吃，我个人觉得，看到吗？美吗？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就以此类推继续做，然后做了之后我们就放进去发酵，看到吗？发酵出来就变这样了。你今天用了几 kg 的面包？因为我看到你还有一个成品也做好了，这个是 on the way， 那个是没有到一 kg 啊？哎，有啊，有一 kg 啊，350、750、700，超过一 kg 了。
所以出来的成果就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已经、在里面发酵大概40分钟的这个面包。然后呢，现在我要教大家的就是、放 custard powder 跟牛奶，怎样做它的上面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custard 酱。哦 ，custard part， 嗯。一般的。OK， 这个是我在烘焙店买的，这个是 instant custard powder， instant， 大家要买 instant 的，所以它是很方便的。然后大家可以、如果有 fresh milk 可以买 fresh milk， 但是我今天 fresh milk、来不到，所以我就用 full cream、一样的。所以大家、我的秤啊，可以，嗯，可以。像我的最佳拍档今天还画得很美啊，大家看这里一下，哇，哈哈哈哈哈哈！来，我们称一个20，这个食谱就是跟着食谱，其实 InnoChef 里面的食谱都是有教了的，所以我们记得了，因为我时常做，所以我会比较记得，就20 gram 的 instant custard powder， 20。然后牛奶呢就60，了解一下 ，OK 60 ，OK 60，啊，我们就拿一个汤匙来搅，我的汤匙呢，就拿一个汤匙来搅，你搅，慢慢搅，就搅到哦，给它有这种浓缩性 ，OK 搅。我发觉你嘎嘎真的是很好帮手。OK， 搅了出来，你就放一个 baking bag， OK， 看到吗？看到我吗？要看到。OK， 就放在这里，然后刚才发酵的，你拿出来，你要画什么形状？来，放鸡蛋一下。哦，要放鸡蛋一下，我刚刚还。刚刚会讲华语哦，我现在听到。哦，他已经是一半的华人了。他可能连马来话都不会讲。谁来？你叫什么名字？我介绍一下。嗨，嘎嘎乌兰。哦，嘎嘎乌兰。来，来，我们先刷一层这个蛋液，鸡蛋液。OK， 如果喜欢吃鸡蛋液的，可以稍微多一点，都 OK 的。因为它比较上色，感觉上25 kg 面粉的这个瓦全部的怎样讲？25 kg 面粉的 holder 啊，抓起面包做起面包，不是看得出是很快手、很上手的，因为你们本身已经消耗，我相信不止25 kg 的面粉，所以感觉上看到你做面包好像很快，不知道几 kg 了，说到我自己也算不到了。然后那天凑热闹哦，陪大家一起闹25 kg 哦，不是闹洞房，是闹25 kg， 好吗？好了。然后我们就如果普通的potato 呢，通常就是这样子哦，一个打叉，这样子一个打叉，对不对？对，嗯，还是啊，最近很流行 Halloween 啊，大家可以画一点 spider web。刚才我刚刚教我这样子画，有没有对呀、啊？我也不清楚怎样画，大概就是这样哦。他一直教我要这样。很厉害画哦，哦，你看嘎嘎画的有美吗？有美吗？你看他又说你们看一下，好漂亮，他又说你们看一下，哇、哦，真的很美啊，我的画家。所以哦，我有些不厉害的，他厉害就好了。然后我也向他学习哦，好吗？然后学了，你看我现在也会画了，嘎嘎阿德江对啊，啊，再画一个圆圈 啊， 啊，喜欢吃这个 custard powder 的朋友可以放多一点，嗯。自己做的材料哦，你要放多都没关系，最主要吃得开心，对吗？主人也做得开心。看到我吗？我要蒸下来一点，这样子画给大家。好，然后我比较喜欢画的是这种，
哎，要拿过来一点，看不到，要拿过来一点。哎呀，这个失败了，来，我再画一个给大家看。我喜欢的是这种。来，哥哥 ，I'm best at my sample。这样子，看到吗？就是一路上按下去就对了。来，出来的成品，哥哥 show。漂亮吗？哇哦，好像菠萝包。来，漂亮的打上爱心，要给你们做功课一下，不然你们看了很显。打上爱心，刷上来。他们直播都是这样的哈。Zoom 刷不到爱心，只可以给你在 chat room 给爱心。哦，来刷哦，给爱心啦，爱心多多。哦、有好多爱心给了你，刷不到。爱心多多。只可以你在 chat room 给了爱心。好、啊，然后大家都喜欢什么形状造型都可以自己画啦，所以也可以让小朋友自己体验画。啊，前天我女儿自己做一个蛋糕，也是 InnoChef 跟着 InnoChef 师傅做，不错啊，小朋友都可以跟。你女儿几岁？十岁。我就可以做了一个蛋糕，好，等你 post。对啊对啊，她自己，她因为生日嘛，然后我就说，妈咪送你的礼物就是教学了，好吗？哇，这个妈咪也是很好哦。直接教学、啊、不是妈咪做一个蛋糕给你哦，妈咪教学就她自己做哦，她喜欢放多多 Oreo 啊 chocolate cheese 啊，她自己喜欢哦，就全部 decorate 美美、嗯、然后她也第一次刷那些 cream 啊，哇，她感觉到她很有满足感，自己做的好像还没有切哦，她不舍得吃。好 Q 的一个组负责人啊，刚刚也在画了，我看到刚刚也不输，在画着他的面包。我的刚刚，他画的是巧克力，已经面包已经烤好了，因为我们巧克力不能热嘛，所以我们面包烤好了，我们才用巧克力来画上去。那个面包我们可以买，哎，我们那个巧克力我们可以买，哎，我们的巧克力工坊，哦，拜拜。我的冰橱就在看，细心很 Q。这个巧克力你们可以买这种巧克力 coin， 看到吗？它是钱 coin， OK。然后我们可以隔水热给它融化了，放牛。然后你可以要水一点就放一点牛咯，如果不要水一点，你就可以直接做。有漂亮吗？它在画 spider。好了，我还有两粒还没有画，等一下。我们喜欢吃这个，所以我们就可以放比较多。OK， 所以自己做的都没有讲 pass 不 pass 啊，可以吃就好。好，不过可以看得出很漂亮的一个面包，而且它是真的proof 到很漂亮。有没有亮哦，这个刚刚花的、oh, 好有 Halloween 的感觉。好，我们的装扮等一下我们就要拿这个拍一张照片做纪念一下今年的 Halloween。 我们等待你的照片，谢谢 Karen 的分享。来，这个我们的烤温就我们用100我们通常去到这里温我们就可以调温度了，然后我们调16020分钟，给它一个20分钟，然后大概在最后的5分钟，我们就要把这个帽子，大家有印象吗？ InnoChef 里面有这个帽子，有这个碗，然后我们就拿这个 aluminium 的这个拿来把它包着，对，有稍微有点破了，对，它包着哦，我们可以一直用，不用一直换，就这样子包着 ，OK。然后到它最后的五分钟，我们就开了，给它进去 ，OK， 就进去，给它戴个帽子，再继续。戴帽子好 Q。好了，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成品就是像这个上面这样。好了，我的demo 就做到这里，
好，谢谢 Karen。哇 ！Karen 有人问，哎，这巧克力画上去会融吗？不会，它就是烘了才会画上去的。对，嗯、对好，它就是烘好了才放。谢谢很可爱的主人和很可爱的这他的女佣，帮我们介绍了这个 potato bun。谢谢，谢谢 Karen。所以刚才你看了刚才的果汁机，然后变成了面包机，今天它还会给你变出什么样的感觉出来？让我们把这个人叫了出来先啊！我们把伊温叫出来先。好，今天伊温要告诉你用了 Innocent Touch， 你怎样把一个果汁机、一个面包机变成一个应该是属于他煮的东西，应该是属于一个搅拌机和那个锅吧。来，我们把时间交给 Yvonne。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Yvonne， 我是来自新山的。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参与此活动，来示范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意大利面酱。然后我们这些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只需要 touch 它，它就会直接启动主机，我们不需要去按什么，我们只需要 touch 而已。所以这架机就叫做 Innocent Touch， 就是这样的由来的。它在启动的时候，我们就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啦，大概几秒钟它就启动好。当它启动好的时候，我们的食谱也可以在 Innocent Touch 里面找到所要的食谱。它有两个方式我们可以寻找，一个就是我们以 category 来找，或者我们以打字的方式来寻找。就比如是这样，它已经开机过后，我们只需要按食谱模式，按 search， 我只需要打我要煮的东西，我一打它就出来了。它就是今天我要做的就是披萨和意大利面酱。这个面酱是西餐面酱，它不只可以做披萨的 面酱，也可以做意大利面酱。讲到披萨，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吃，当我们去外面买的时候，一个披萨应该是也不便宜，前面包有的披萨做了不好吃的话会很硬，然后我们可以用你们学它来打面团，也可以用它来做面酱。然后那个酱我们也可以来做意大利面酱，它的酱也是蛮好吃的。就好像现在它只是我们一打开，我们按下去，它就会出现我们需要放的材料。我们只需要把它叫我们放蒜瓣下去，那蒜瓣是整粒的，我们不需要去切碎，因为它有那个研磨的功能。我们只是按，它就会帮我们把它打碎，然后我们就它就会自动变成 blender， 我们也不需要去爬上爬下去拿 blender 出来。OK， 刚才整粒进去，我们一打它就已经碎了。OK， 再接下来它叫我们放。我们放一些橄榄油，因为我们自己要做的话，我们可以放比较好的油。它的磅秤会自动出现，我们不需要去特地去找磅秤。我们需要它叫80克的油，我们就把它倒进去。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按下一步，它会自动显示说刚才我们已经放了什么材料。现在它叫我们放洋葱，洋葱我们已经切好了，就把它倒进去。我们把它盖起来。现在是爆香的状态。我们不需要另外拿秤，如果我们另外拿秤的话都花时间，而且拿了秤我们要拿 blender， 搅完过后我们要拿挖出来再放一个盘，放了盘过后我们要找一个锅，
那个锅就没，我们要爆香。当我们爆香的时候，哇，那个油很恐怖。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边搅一边煮的时候，那油会喷上来，有时会喷到我们的手，喷到我们脸，啊，不然就是喷到墙壁啊、地上啊。刚好你的小孩子啊来厨房找你的时候，哇，够力喽，踩下去，整个厨房、整个客厅都是油烟。到时候啊，骂到半死哦。然后而且它是好了，我们不需要去记我们下一步要放什么。戴面罩不会碰到你，可是你要洗面罩啊，人家面罩油油蒙蒙你看不到啊，你那边炒的时候那边炒，哎呀碰到你看不到的那个油，碰到那个面罩要去骂那个面罩，你直接碰到你的手，好痛哎。然后好，通常如果我们不是自己煮的话，我们去买罐头来讲啊，而且有的罐头放了很多防腐剂，我们也不知道那罐头里面的料是以新鲜的食材，还是以可能已经烂了还是已经不新鲜的食材煮了制成罐头给你。当你拿给小孩子吃的时候，有的小孩子会比较敏感的话，他会肚子不舒服啦，等下痒啊，这边整啊，是整啊什么啦，也有可能是因为罐头食品，因为有些小孩子会比较敏感。如果你是自己煮的话，就不会有这样问题，因为我们都是拿最新鲜、最好的食材来煮，连油我们拿好的油。那有一些人哦，如果是以传统方式煮的话啦，煮完过后哦，我相信大家哦都没有胃口去吃那道菜，懂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油烟啊，那碗你都已经吸到完，整个吸进去，可能你讲我家有抽油烟机呀、啊，怕什么？他帮我抽，对，他帮你抽。可是当我们第一步，我们做的是什么？他已经把我们吸进去了，我们的鼻子吸进那个油烟，这是第二道。就好像平常我们的油就是这样的黄黄美美的，当抽油烟机抽了，我给你们看啊，这个我还没有洗的啦，我抽油烟机看到吗？那个油，这个就是那油烟哦吸进去我们的鼻子里面，我们的肺里面。当你吸进肺里面，你觉得我们抽得出来吗？难道我们去洗肺吗？可能对不对？它就已经囤积在里面，所以我们却觉得讲嗅那个烟都饱了哦，不想吃了。这油啊，这样的，我是用橄榄油通风的，黄黄透明的，新鲜的油是这样的。当已经被抽油烟机抽出来的话，它的油会已经变成黑色，就应该是说，有的人讲哦，女人不抽烟为什么还中肺癌？就是因为那些烟导致的，这是无形中慢性杀手，我们不知道的。那我们讲女人在厨房而已吗？为什么会搞到自己这么憔悴？是因为那个油烟导致我们憔悴。所以我们讲女人哦，要爱自己多一点，要好，真的要好好爱自己。有的 Innotion 它法真的很方便，很容易，很简单。我爆香，我根本不需要去炒。这五分钟的爆香，我需要做什么？我可以洗洗碗，洗洗刚才我用的东西。啊，对，煮到黄脸婆，没有人可怜你啊，老公都不理解。讲这么，我老婆娶回来的时候貌美如花，娶了几年后变成黄脸婆，啊，带出门都不敢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爱自己呢？对不对？爆香出来了，它的油烟，真的投资是没有错的，我们投资对了。而且它不是只果汁机面团，孩子也可以自己煮。对，如果是传统的话，我觉得没有几个妈妈敢给孩子自己煮咯。这是爆香后的，
它爆香五分钟，很香的，看到吗？有听到那个声音吗？它那个沙沙沙的声音，有那种锅黑的声音。对，所以每次面对讲云龙炫比锅黑，锅黑到底什么锅黑？就是那个声音，嘶嘶嘶的声音。哎，先接下来它是叫我们放番茄，熟透的番茄，这番茄是新鲜的，就像的一整粒新鲜的番茄，很足料哦。我把它全部放下去，给它还加放番茄汤，它应该没有弄到，它调不到那个，它需要关先。慢慢来，其实这个食谱是好多家里有小孩子的人都可以，应该都会很喜欢的酱料来的，因为这个酱料的话很方便，所以 anytime 如果家里妈妈不得空的话，甚至你可以不加任何的这个 ingredient 的话，把它弄烧，再弄热一下那个意大利面，那就可以当做一个brownies 的 spaghetti sauce 来吃了。对，那个酱超好吃的。而且你如果你要煮 spaghetti 的话，你不用再另外煮酱，你只需要加肉类啊、菜啊一些，已经很好吃了。我们加下去过后，我们就是跟着放而已。而且我们还放香料。这煮出来很香的，我小孩子啊，每次我煮一煮这酱，他讲妈咪我要吃皮蛋，妈咪我要吃意大利面，今天不吃饭了，里面没有吃。对，小孩子有时也会很会撒娇，天天吃饭，天天吃中餐，不喜欢。我家小孩下午吃面，晚上吃饭。如果早下午吃饭，晚上就要吃面条，或者是就是跟面条有关系，所以搞得妈妈。全部都很不得空，所以很简单。InnoChef Touch 里面有好多的 category， 有饭的，有面的，那你随便按一按它就可以了。忘记拿糖，等一下。可以，不担心。所以刚才Yvonne有跟我们分享了，用了 InnoChef Touch 煮了这个料理，其实很简单。而且最主要的话，它是低温煮厨，它煮出来的那个油烟不会弄到你的厨房肮肮脏脏，或者是你需要去打扫。所以很多妈妈们不是不想在厨房煮菜，原因就是那个洗条方面啊，而且是很长时间。所以很多爸爸妈妈他们只要在厨房煮了一餐大餐过后，你会感觉他是吃少一点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所以有了一台 InnoChef Touch 的话，其实他帮了很多爸爸妈妈的工作，很轻松的在煮菜。对，真的很轻松。试想啦，如果以传统的方式我们来煮那个番茄酱的话啦，现在我爆香过后，我放了番茄下去，我的手是不是一直要那边搅，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然后搅了其中，你还要一直加水哦，因为我们开大火，它会干水啊，你要一直加水，一直搅，一直搅拌。你不搅的话，它焦底，不然它的水就滚出来。它滚出来了，肯定喷的，一喷不了，哎呦，等下你后面你就会想到了，还要骂，还要洗，想到你都累了，你会想，我不要煮了，今天罢工，外面 order 去披萨， order 一个披萨回来好了。二三十块一个，可是够吃吗？肯定不够吃的。自己做，你要吃多少都可以，而且料又足，放气势多多，面那个面包又要薄要厚要扁，自己来。有人问以汪这里想问一下，有我黑会有油烟出来吗？是有油烟的，刚刚以汪就是有，但是那个不是烟，那个是蒸汽。嗯，它不是油烟，它是蒸汽。
对，很多人都讲做大节日，妈妈煮到累了，真的是没有胃口吃。因为只要煮一餐大餐，她需要站在厨房里面三四个小时才煮了那一餐。我想问一下Yvonne，你一天里面如果煮一个晚餐，你需要站在厨房几久？传统的话啦，煮两菜一汤，以传统方式最少要两个小时，也包切、洗菜、煮、洗锅，全部抹干净，最少要两个小时。我用 InnoChef 的话 ，within 1 hour 我可以两菜一汤，就包括切、跟洗、跟煮。对，所以他是很快手的，好像现在他是很得空的陪我们一起聊天。哇，我这个 InnoChef 他帮他做着这个spaghetti 的这个料理制，我们还需要多少时间？你问你那边。我这边是分享，已经分享完了，看你其他姐妹有没有需要分享其他的，可以帮忙补充一下喽。好，可以。谢谢我们Yvonne，我们还正等待着那个2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把视频换一换，给我们另外一个玲蕾来，我们另外一个厨娘就是我们的 Christy， 今天她要用 InnoChef Touch 大炒，她要大炒些什么？大炒着这个Lady Finger 叫什么啊？羊角肉。对，炒羊角豆，其实很多人不会炒羊角豆的。以前我炒羊角豆，如果是用那种大厨炒的话，我告诉你，一定是沾到整个这个网都是黏黏的。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 Christy， 看他怎样用 InnoChef Touch 来炒一个羊角豆。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我是来自雪兰莪州的。还有人，Hello， 什么 ？Jacqueline 老师啊，今天我就要教大家，不是教了，是呈现给大家讲，我们怎样除了用这个，刚才我们前面几位的伙伴啊，都是用那种都是用机器里面的recipe， 那今天我就来用这个，等一下有声音，那我今天就来用这个手动模式来呈现给大家。这样子，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开了这个 InnoChef Touch 里面就两个模式，一个是 Recipe Mode， 一个是 Manual Mode， 所以我就进去这个 Manual Mode 里面。这样子可能有一些妈妈他们有自己想要吃的食谱，他们不想跟 follow 我们这个 Recipe 里面的食谱，他们也是可以进入到这个 Manual 的模式来自己操作。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有这些时间、温度跟速度，然后上面还有这些爆香、研磨这个揉面团跟半称的功能。相信前面的时候我们几位伙伴已经介绍了我们机器里面的这些功能哦。那这样子我就事不宜迟，我就来先爆香一下我的这个蒜跟这个葱。这样正常的就是像传统的模式这样子，我们煮菜我们一定要先热油啊，先爆香对吗？那今天我就把热油跟这个切碎的这些蒜啊葱的这种工作交给这个 InnoChef Touch 哦。通常就是家庭式煮法的话，我们都是比较随意一点的，就是你有了这个前面的这些经验过后，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喜欢的这些材料的分量啊，你可以自己做加减哦。所以我觉得两分钟的时间，140度，我们最高的温度是140度，然后去这个爆香模式。女儿很想参与，改次就由她来煮。然后妈妈在旁边解释，对，这样子传统的做法相信大家懂。我们要先热油先，然后等油热了，我们才可以放那个葱啊、蒜啊。然后以后我们放鸡翅的时候，我们还要自己切啊，这样子的动作。这样子，今天我有了这个智能厨具，我就把全部的工作交给他。在这个两分钟里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也是可以去处理一些。比如说我刚才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这些菜呀、我就可以先去处理咯。所以在如果手脚快的话呢，还是要然后也要看你准备的，可能你准备的食材你们在两分钟里面切好的话，那你整个的过程就在两分钟里面就搞定了。然后等到两分钟过后，你再把这个菜放下去，这样你就可以去做你其他的事情。
然后传统的煮法，我们可能要一直在锅前面啊，一直去做翻炒的动作，因为我们不翻炒，我们的菜啊或者是材料啊都会烧焦，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iHatch Innership Technology， Innership 它的独家设计就在这个iHatch Technology， 这样子它在它这个环绕着我们的锅，给它快速的上升那个热度，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呈现这个爆香，就是你的食材呀、就可以做这种爆香的这个动作。等一下用煤气炸的话都是算你对对对，如果传统煮法的话，你可能你煮好道菜呀，你的身体就是那个食物的味道，所以你如果你等一下你煮好菜你要出去做事情的话，可能你就要先冲个凉，然后你才能够出去，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煮好过后，像刚才前面的我们的提供的分享，我们煮好过后，我们也不需要去骂我们的厨房啊，这样子的动作。然后你煮好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很好的时间可以吃饭，因为整个过程就是很简单、很轻松。所以在两分钟之内，我就爆香好了。对，所以已经有 IH 的这个爆香功能，它是很快、很快速的360度的旋转加热，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蒜米是有那还有那个滚滚的那个感觉。对，因为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那个 OK 呀、它炒出来那个菜呀、很有我们传统煮锅炒出来的那个味道那种感觉。然后我老公也是很喜欢吃那种传统食谱的人啊，所以他就很 buy 这个Innership的 iHatch Technology 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放我们的那个搅拌酱，哎，等一下，在前面。我们那个明星牌的搅拌酱，所以我们就放下去，因为我们那个四把的刀嘛，对不对？这样子如果我们担心我们的菜被割到的话，我们就可以放这个明星牌的进去里面，阻止那个青菜呀、被切到。所以我就放了我的这个萝卜啊跟我的羊角豆。当然如果你喜欢吃那个香米的话，是可以在爆香的同时你一起放下去的。然后我就放我的碟，炒菜是我觉得最快的，每次最后差不多4分钟5分钟里面你就可以大致上就可以搞定了。青菜，然后这个温度上面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哦。就是如果你要在你的温度要控制在中火啊还是高火啊，你就可以跟着这个机器做这个 setting， 就不用怕你要食物煮就是那个温度太高。对，所以你看用了 InnoChef 它煮的话，它煮的这个羊角豆的话，它是免水煮出的，所以煮出来它的感觉就是盐渍盐味的。对，传统炒羊角豆的方法我已经有炒过了，就可能我会一边加水一边炒，炒到后面啊，就像刚才Shani分享的，下面一定会有一层焦焦的。对，而且煮出来的感觉，你会如果不够油或者怎样的话，它就会粘着，那你洗那个锅就很麻烦了。对。所以因为这个羊角豆的话是看个人喜好，有些人告诉我家里我喜欢吃软软的，那我们就有这个手动模式的这个主厨。如果你觉得你家里只是吃2分钟半的这个菜，那你就改吃阴历，就炒2分钟半。那有些人就喜欢吃青，有一种青菜叶子的味道，觉得炒2分钟就可以，那你只需要炒一个2分钟，就是以你的自己的家里的喜好来煮，那很好啊。如果家里是不有人不同的口感，一个比较硬，一个比较喜欢比较软，那你煮好2分钟半，拿一盘起来，再放一下去，再煮多一个30秒，再拿一盘出来，那每一个人都皆大欢喜。对对，就不需要你迁就我迁就你。有人问那个黑色 plastic 有什么功能，哪一个黑色 plastic 啊？应该讲那个明星牌的是吗？OK maybe Christine 你可以解释给他。 OK 那搅拌酱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炒东西，如果我们的分量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放那个明星牌的，它让你的食物炒出来会比较均匀，
然后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个那个什么打蛋白，那么现在也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做这个打蛋白的动作，这样子。对，所以 basically 那个 missing feather 的话，它是 lock 住的那个刀，因为有些菜肴它我们是喜欢放了搅拌那个 missing feather 下去搅拌酱 ，OK 我的华语，然后它就容易的在那边 slow stir， 对，所以它可以拿来做蛋糕、打炼奶、做咖呀。如果你要那种 smooth 的 texture 很滑性的，你可以放着我们的这个 missing feather 下去。很快的，你看，还没跟真正跟大家交谈完毕，我们的这个炒羊角豆已经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不是油烟，是蒸汽来的。蒸汽。嗯，哇，听到吗？还有声音啊！沙。对，等一下，我把这个拿出来。嗯。等一下，把它放开。所以方便就是这样，喜欢推去哪些就推吧。对，实际上你是可以带着到处走的，其实有需要的话，颜色还是美美清清的，你看。对，因为这个 IH technology 哦，我们的那个温度啊，它只是最高只是去到140度，然后我们在炒青菜的时候，我们直接120度，这样它让你的那个青菜它保留它原来的那，就是你的青菜炒出来它不会那么容易氧化。传统煮法啦，当你的青菜越炒越久的时候，因为不够熟嘛，可能你越炒越久，它的青菜就很快变黄。你那个 mixing pad 的功能是最主要不要切断那东西，它落住那把刀。对，所以你看，哇，好漂亮的颜色。再加一点不带下去，你弄冰下去就是四大天王了。那我的 gambles 啊，这个也是在我们的air fryer 里面炸出来的一gambles。对对对，就是你想这种啊，就放进去里面烤一下，太方便了，我跟你说。好漂亮，好漂亮的颜色。我吃一gambles，我还要开油啊来煎炸，这样子我今天因为有一套完整厨房嘛，我只要把我的一gambles洗干净。放去里面烤，我也连油都不用放，我就可以这么好吃的这个干贝丽丝，脆脆的。哇，好漂亮！也谢谢 Chrissy 的分享，跟我们炒了这个色香，是叫色香味全啊？色香味全的一道菜，颜色还是清清美美的，所以这道菜简单又好吃。我不晓得大家，我家的小孩。是有点怪的，他们很喜欢吃羊角豆，因为它感觉上是那种黏黏脆口的感觉。好，谢谢 Chrissy 的分享。说在等待的时候，应该以往还有一段一个5到10分钟，如果我计算没错的话，可能Apple 那边你可以帮我放一个这个价钱表吗？哎，不，你那边有那个价钱表，在放这个价钱表的时候，那个有 installment 的那个 list， 同时，因为这个也是接近了节目的尾声了。刚才我看到已经有很棒，今天我好像没有叫大家做报道的这个在 chat room 那边，不过我都看到好几位朋友都已经做了那个报道，所以今天如果你介绍你进来的朋友。今天他带了两位朋友进来看我们的这个示范会的话，那你在这个 chat room 放着，就是1小时15分钟的时间 ，InnoChef 他给你怎样的一个启发，一个怎样的感想？那1小时半的时间带给你什么的欢乐？你可以在你们的这个 chat room 打一打他，因为今天。只要你的朋友有介绍两位人，他同时也 fulfill 了这个，你也 fulfill 了这个打上这个感想的这个在 chat 里面，他将可以用一个优惠价，就是48块钱拿到我们的这个 InnoChef 的这个面包桶，所以这个面包桶的 retail price 是98。今天如果他邀请了两位朋友的话，他将可以用48块。来拥有我们的这个面包膜，对，有吗？
啊 ，Shania， 不好意思，那个价钱表我没有。啊，你没有？那不要紧 ，Adam 应该不在哈。对，他没有在。OK， 不要紧。如果是这样的话，心动想买，心动不如行动啊！等一下，我找一下我这边，因为我这边的东西比较乱，把它找出来先。所以目前为止，今天我们还有11天的时间，新价钱会在11月1号公布。所以今天你拥有它的话，那你可以拥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价钱拥有它。等一下我学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最我们的这个价钱表。所以目前为止 ，Innoshop Cash 是6088，有了这个还我们有那个 purchase air fryer oven 是788，所以总价值是6876。目前为止，我们拥有的是 CIMB Bank、Hong Leong Bank、May Bank、M Bank、Public Bank、HSBC 和 OCBC Bank 是可以分期付款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我们的这个12个月的 installment 的话，你可以联系邀请你进来的朋友，问问他要怎样跟我们签购我们的 InnoChef Touch。这里还有谁有什么疑问的，你们可以在 chat room 那边打上来，给我们知道。疑问那边应该也是好了，对吗？等一下我把它。我不要选，等一下。等一下啊。那我录的是 share 的 ，stop sharing。OK， 来，我把我这个时间又交回给伊旺了。哎，但是大概有六分钟我才会煮好啦。这是我之前煮的那个意大利面酱跟披萨酱，它煮出来不是清水水的，它是比较浓稠的，而且啊，你可以吃到那种番茄的味道，好吗？对，好漂亮。这里我要解答一个问题哦。沙漠有讲所有青菜都能炒吗？对呀、啊，所以青菜都可以炒。我们做面做披萨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加什么，我们只是直接把它涂上去那披萨表面，再撒上七沙香肠那些，我们就可以拿去封了。而面酱做。说如果做意大利面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你是嫌它太浓的话，你可以加一点水去煮它，再加一点肉类啊、香肠啊、tomato 啊那些东西一起煮到它大概干水一点点，你就可以淋在你的意大利面那边了。而且这个煮意大利面哦，它可以跳舞的，那天有看到一些姐妹示范，把意大利面放进去，它这边转转十分钟过后，大概十多分钟意大利面也煮好了，我们只是淋酱上去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很方便很快，是最简单最快方式的煮食。好，对，我这里要解答几个人的问题啊，因为你稍等一下，自动进来可以优惠购买面包糖吗？自动的，所谓什么自动进来，就说你刚刚进来，那你可以啊，下一场的示范会的时候，你带两位朋友进来看 Zoom demo， 做个报告。然后在你两位朋友做放个感言在那边，那你就可以以优惠价购买我们的这个面包膜。有经有问 how much for these machines， 刚才我已经有寄发大家，所以 InnoChef Touch 的话是目前为止的价钱是6088。然后想问问煎东西，煎东西是用我们的 InnoChef Air Fryer Oven， 就是以问后面的那一台。它有16个功能，有煎炸功能。不好意思，可以。要了，时间到。经理，怎么没有介绍人？可以在哪里上班？你可以往 InnoChef Malaysia 的 website 里面。然后然后我们公司人会联络你，然后会把安排一个代言人给你跟你沟通。Karen 的面包好了哦、OK。等一下哈，你问你这边还有几久的时间？大概三分钟，八
3分钟半，给我把这个时间转移给 Kevin 那边，因为他的面包出炉了。哇哦 ！Hello， 我的面包好了，刚才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好了，好了，很美哦，你看。好漂亮的颜色。很 soft。这个你要不要吃给大家看？大家要不要看我吃？刷上一个爱心给我。这个要到底要吃几久呢？有人要挑战你，按一按32下，有没吗？他们要叫你按32，make sure能按32下。什么什么什么32？听不到。来，按32下，他能反弹吗？按32下。哦、OK。你是讲面包的，来按32下是吗？对，那个是我们老板所表演的。这个可以吗？这个按个巧克力就软到弄到完了。面包隔天还会有人问，来这个很好答案，由这位面包达人帮我答一答，面包隔天还会 soft 吗？会，这个我试过会 soft， 这个是我很敢担保。然后而且哦，你放进 air fryer 热一下会也是很好吃，你不要热也是很好吃。来，这个示范32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1 22 23 25 26 27 28 29 30，还是看到我的眼睛，40多下了。Okay， 应该 pass 啦，来发给大家看。所以、哦、它里面跟外面大致上买的面包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口感也很好吃。对，而且最主要的话，我们没有放膨胀剂，没有放什么软化剂，所以吃得健康，做得健康。刚刚也要偷来吃了，刚刚强调了，他每次第一个吃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没有骗大家，值得投资，真的是非常值得投资的。然后而且每天做，每天 post Facebook， 你不用怕，你不用怕说哎呀 post 上去都没有人看的啦，还是有人看的。对，还是会，机会都是在外面，在 Facebook。好、我们谢谢我们可爱的 Karen 的分享，今天做了这个potato bun 给我们分享，给我们知道，谢谢啊！如果想再看他再表演的话，另外一个装扮的刷上爱心来，放在 chat room， 下一次我就叫他再表演一次。看只有这个月哦，这个月有 Halloween 吗了？其他月没有了。有人刷了好多爱心。那你就要想想一下，很多爱心，看了很感动。下一次你要扮演什么？看我的分享。好，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就把这个时间一转过来，以汪这边，因为我看到他应该是好了，刚刚好时间，小心。刚刚太阳吗？好吃吗？咩？我咪打打打他，还是没有咩？刚刚好时间，看他那边滚滚，你看，如果我们传统方式炒，现在已经烫手了。对，哇，好漂亮的颜色。它是蛮浓的，它不是那种水水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水，全部是那种拿那个番茄的汁来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加水的，说是浓浓的，很浓很香的。锅不会难洗，我们只是要倒出来，水冲一冲就干净了，因为它不会粘锅的。对，也不用勾芡，然后我们只是这样倒出来罢了。你看，而且我们的煮锅里面也有一个方式可以自动清洗的功能。对，我刚刚好我的碗，这个就这样一餐了。OK， 你看。不粘锅的，看得清楚吗？看得到，看得到，根本不粘锅，所以不会难洗。如果你不要用自动清洗，你只是去水龙头那边冲一冲水就干净了，你可以继续煮下一餐了。对，
如果没有网络，还是可以用 Touch 吗？可以啊，目前我为止我们的 offline 的话是有整一百样的整接近一百样的食谱在里面，甚至可以用自动手模式来调那个时间和温度，还是可以用的。对了，哇，你这个好贪心耶，你的碗差不多要留下来了，伊万。等一下会解决掉它，那我只是冲水罢了，我没有去说它有什么，知道吗？所以是很容易清洗的。对，它不会讲焦锅了，要说到半死。如果是传统的话，你不顾它，我还会焦底。这个不会焦底，你不用担心。哇，很容易洗，我只是冲水罢了，我还没有去说它没有洗肥皂，我只是水我冲一冲水罢了。对了。谢谢以汪的分享，也谢谢今天这么多美厨娘的分享，来也有些搞得好多新花样出来，谢谢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这个假日，然后明天又一天了，我们接下来11月1号会 announce 我们的一个新价钱，所以想拥有它的。刚才有一个讲什么心动就不如行动吧，让你趁快拥有它。我们今天又要说再见了，我们下一个的这个示范是好像星期五上，我忘记了时间，明天下午3点有一场马来文的示范，如果你有哪一位马来朋友是想看看我们的这个 InnoChef Touch， 最主要明天是用马来文和英文语言来跟大家交流，如果有身边朋友有马来朋友，或者是想听听马来文的英文的这个语言的，可以3点钟 login 进来哦。OK， 大家再见。